时间余生让很多人都爱上了顾魏这个人物啊。是是是是是，就是大家还是得注重健康，其实睡眠是我们蓝天白云。我真的被你俩笑到不行，主持人不给糖你俩就硬发糖。画面吗？同样的展示，有看到星空吗？蓝天白云，嗯，需要元素，嗯，蓝天白云，蓝天白云，嗯， A B C 其实都可以吧，我觉得可能冬天会滑雪，冬天晚滑雪，对，对，这段时间余生让很多人都爱上了顾魏这个人物啊。是是是是是，就是大家还是得注重健康。我们小宝把双剑放在了 C 位，他是真的很懂我们。那是谁？